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、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、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。啊，还去找老板估车，人要估这一台。可是哦，估车啊，估车，干呐、啊，没看到他研究、哦，有冷气耶？怎样？谁说他妈加拿大的车一定没冷气？我们也是有买到有冷气的啊。啊，怎样啦？估车啊，奥德赛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可怜，这是奥德赛啊，有没有看一下？奥迪赛的鞋。白色 Civic 2021年 Civic， 对，2021还有 Civic， 有啊，你骗我不认识车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看后面的字？哦 ，Type R， 哎 ，Type R，Type R， 加走了啦，说没有收了、哦啊，你说不够钱啊？看，哎，带，2021的 Type R 呢？我们有钱吗？玛莎拉蒂说。贷款了呢，现在要贷还贷不过了呢，是哦，还要再贷一次，贷不过了呢，再贷啊，呀，贷再贷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要再开玩笑了啦，那么贵的车，这都手牌的呢，手牌的、啊，看我这也手牌的啊，怎样，手牌了不起哦，我看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看到我出个海关把我换成这样，我怎么受得了？车在哪里啦？车在棚下。好了好了，加走说没有钱呐、啊，说不够钱呐、啊，真的哦，帮人家出便宜一点呐、啊，好不好？跟人家借钱买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拍了啦，到了再拍了啦。哎，今天太不旺呢，引擎盖有孔，2.0涡轮呢，320匹马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还是2021年的小改款的，美规不然就加规啦。巴拉圭乌龟啊！我呀，哎，来来来来，我来哦。要许我在家叫帅，哎，看一下 C H R， 看好像哦。哦，哎，这真的很像，到底谁学谁？谁先出的？你知道吗？他吧。对啊，好像是他先出的。嗯。那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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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如果你愿意，这一趟一趟。那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啦？啊，那加这个大尾翼，这里又一个小尾翼，大尾翼之后又小尾翼，然后他妈的这边一层一层一层，真像刚才无敌铁金刚的，你不尴尬吗？差不多类型的这一种，比较像机械式的模型钢弹式的这种设计，放在 C H R 上你会嘴，放在 Type R 上你敢嘴吗？哦，不敢。纽柏林最速前驱车啊，对啊，就后来雷诺妈的耍表把它刷掉，这个我就不晓得。看在雷诺耍表啊，里面椅子拆掉什么的，妈的给人家轻量化，超过人家一副很屌的样子。雷诺的上面 R S 上面 T H 什么小 R 的啦，啊，反正也是 R， 干那什么都是要 R 就对了啦。现在他妈什么车后面有一个 R 就很屌了啦，哈 ，Type R， 挖工 R，C H R， 狗夫 R， 狗哦 Golf R， 后面有一个 R 就他妈很屌嘛，对不对？以前去录影带店看到有 R 都不想租，R 的比较不好看呐，啊，这怎么估啦？哎，后来人家雷诺还去那个铃鹿赛道。去给人家亲门打吼，跑到人家主场，跑到人家主场刷人家单圈啊！你不晓得、哦、恩怨情仇，你不知道，看太丢脸了，在自己家的赛道被刷过之后，后来他就用新款的再刷一次，把它刷回来。哎，可是我们用的是市售车，椅子什么都没拆的。好，反正台湾也买不到雷诺，嘴一下应该不会被出征的吧？不会又被出征的吧？我不知道，啊，还是有人有吧？还是有人有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人有啊。现在雷诺族群应该算小，没有 CHR 那么凶。我没有买过呢，你没有买过？没有买过啊，我连看都没看过嘞，我只有去那个左董那边看过一次而已。FK2 我有看过 ，FK2 你知道不啦？之前的吗 ？FK2 应该是前一代吧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刚才我不会分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已经超越我的认知的领域跟范围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哎，他这个是真的哦，我认真讲啦，人家的车头跟车尾是有呼应的啦，真的啦，整体造型是有呼应的。再来一个，人家什么一滴遮三丑，你摩利卡 Type R 架的跟 CHR 一样高，你看你看也看你不行看。我跟你讲，你把一台林宝坚尼架高 ，OK 哦，我 OK 哦，你 OK， 哎我 OK， 你把林宝坚尼架高我 OK 哦，你把法拉利架高我 OK 哦，最近听说要出了哦，嗯对，你知道吗 ？Type R 架高我不行哦。你懂吗？你懂那个差异在哪里吗？我懂了，哦，你懂就好了哈、哦嗯。那已经不是改装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啊，你去估车，他说啊，
不好意思，现在这个剩300,000。那个客人就讲啊，我要啥咋办？哎，可是小四哥，我有改这个晶片，我有改大包 ，Linkin Cushion 卡钳，我花了300,000改装，可不可以这个价钱可不可以高一点啊？不是嘛，我就问了嘛。今天你去一间猫仔间，出来一个这个70岁的老阿妈，说他妈我刚花300,000隆胸，我一次收28,000，可不可以？我就问你。你要听不？不要。啊妈的，你改装怎样？改装那么多东西，怎样要我加钱买，对不对？这有这个道理吗？没有、啊。你跟我说你花300,000隆乳，然后一次要28,000，我受得了吗？搏得下去吗？不过我们这台就是没有改装的啦，原本就这样了。哦、要不然怎么叫太普啊？好了，看一下车了好不好？我连引擎盖怎么开我都不晓得。人家说它的空气力学用得很不错啦，包括它的下巴跟这边的这个散热孔，跟侧裙跟后面的大尾翼，那个不是装帅的，那个是真的有下压力，下压力的、嗯。你要刷纽柏林的最速单圈，你就是自动协调性跟这个空气力学都要做得很好，轮胎都要非常的棒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你绝对不可能，那个差就差那个一秒而已啊，你猜吗？好的，还用差几秒呢啊？所以它这个车 Type R， 它可以说是这个买回来可以让你直接下赛道的一台车。好，当初它的诉求就是这样，不是像人家妈耍表，他妈椅子拆空，他妈的改什么卡泵沙小有的没的，有没有？轻量化偷轻沙小全部拆光光，防滚楼擦一擦，有没有？不用，它这个车你买回来直接赛道就可以下，了不起就是轮胎换好一点，就直接可以下赛道。它当初的诉求是这样。哎，你看这碟盘，买这种车的人拢有咧批，你看。你看这动模啊，哦，腰修啊，哈，它年轮蛋糕嘞，你看到无？哦，它年轮蛋糕，你看。一层如果你愿意乘一乘，不要讲到关键字好不好？哦，拍写拍写。哦，它的这个布兰博的卡钳啊，而且我看它有防盗螺丝，万宝龙防盗螺丝。防盗螺丝套用万宝龙的嘞，屌了吧？每个轮子应该都有了，联名嘞。好，我先看跑几公里好了。哇哦，有没有看到？Alcantara 原厂就是 Alcantara 了，有没有？原厂就是 Type R 的赛车椅哦。这个客人的脚有一点没那么长哦，我可能上不了哦。我先发动好不好？哎，这发动让你猜要不要踩格拉吉？要，你要。怎么安静？对啊，好安静哦。为什么？我好像把一台喜美发动哦。嗯，超安静的呢，900,000。9,895公里，然后它的指针都是用了液晶的，反正看得不太爽。这种无敌跑车，是哦，现在都改这种，要不然这种应该用指针比较帅。好，小小的萤幕，英文的，国外版。哎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哦，手机充电哦，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手机充电？这个有啊，看起来是啊，有哎，有在充哎，好呀，哎，有编号呢，阿鲁4430，哇，名牌。然后这有一个 Plus R 的那个 Sport。啊，这个之后，哎、欸，不要讲太多哈、哦。有买的话，之后再做一集专门的视频跟大家分享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看下去，我们再这样认真的看下去，这一集会拍不完，因为它有太多东西是我很好奇的。你看它这个都麂皮的，你看，嗯，这个都是车红线。我跟你讲，哎、欸，就算哦，我们没钱买啊，这台车没买到，但呢，我也要把人家车看看个一个遍。看我没看过啊。漂亮，怎么办？好想买啊，太太，你有没有钱借我？你可以出多少？哦，看你缺多少，出出看。这个车我预计啦，市场上再卖应该要200左右啦。哦，没多少，我应该缺大概190,000，应该就 OK 了。你有办法吗？我没有办法啊。那多少你有办法？190啊。啊，190块。认识你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悲哀啊！哎，车道偏移辅助跟车呢？我实在想不到哦，一台6速手排的 Type R， 它竟然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几十年的时间了，既然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有跟车、有车道偏移的一个科技了。你知道吗？科技对不对？已经进步到这样了。我们小时候压根也没想到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它 Type R 的排档的质感，从以前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，看起来像有一点像 Alumi 的这种质感。那之前有做圆形的，它现在是做长条形。之前是做圆形的 Type R 的那个排档头，它都是做有没有 Alumi 色的这种烤漆啊？看一下，到时候有买再拍啊，有买再拍啊。先看有没有撞，好不好？看它这个引擎盖，我先看怎么开啊。也是轻量化的，哦，好轻哦。Alumi Earth Dreams
AS Dreams Technology 啊 ，VTech Turbo， 而且哈，我刚刚讲了，我们做梦没想到 Type R 第一个可以发展到有跟车以外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 Type R 现在沦落到要用涡轮。不是，它以前屌就是它自然进气，用 VTEC 把这个引擎做成很高转，马力可以做得很大，哦，那才是厉害。你不是用黑科技嘛？小师傅刚刚那脸刚刚那来，结果拢住下哎。比如讲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啊，变超级生化的人，少林足球会踢足球一种哎。嗯，哇，大家来了。黑科技，不过它这个可能也许跟环保有关系啊，我不晓得。环保啊，对。对啊，以前你看现在连那个 V 零都沦落到要用涡轮了。看人家以前人家 M3 那种自然进气的有没有？4400的、3200的、321引擎有没有听过？286有没有听过？但不是那个团购那个哦。对不对？人家说自然进气引擎可以做到一万转、9000转、万转引擎，可以压榨多少的马力？哇，那个就是厉害，很会做。现在加涡轮大动黑科技，啊，妈你装两个那个回轮机的喷射装置嘿，都好啊，啊，跟那个小杰一样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装一个那个涡轮，一直往后冲，啊，那车就一直冲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像没有，啊，我怎么讲到那边去？好了，一样啊，看堵螺丝啊，这个很简单啊，妈的，再怎么新科技也是要锁螺丝啊，对不对？科技再怎么新，还是得喷漆啊，坏掉还是要喷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们来讲哦，比较新的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挑战嘛。对，有些人说啊，小师现在这个新的制程不一样，你们车鉴定怎么都还可以鉴定？可以啊，看赶快收螺丝，赶快喷彩啦。所以看一样的地方，有螺丝的地方看螺丝，有漆的地方看漆啊。哦啊，基本上21年的也不用看漏油了啦。哦，9000就漏油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现在就不看漏油。回来如果有买拍干开。开9000就漏油，是不是他妈又头条了？对，所以我们要拼搏看哎，不要看，好，不要看，看我们只看有没有撞掉了。哎，欸，它这胶其实原厂做的有点软，其实它这胶不硬，看下去就有没有？其实它胶不硬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有发现了，你看，其实它连这个引擎盖的都是软，所以它这一次它这个产线出来的封胶是软。哎，欸，这个也是经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一集这样拍出来，我这一次假设我 Google 不管有没有买到，我看过这个车，下次我就知道这个车胶都软。哎，欸，很多差别啊。比如说，欸，小师哥，我去你那边上课，你教我哦。比如说我花个几万块上你的课，啊，你教我怎么鉴定啊？我把你教完之后，你到外面你去，哎，欸，这个怎么软？这个手感到底是算软还是算硬？你懂吗？哦，你就怀疑嘛，你对自己没信心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看过。还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因为你没有经验。经验不足。你像我老婆跟我在一起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她只这一生就跟过一个男人。万一有一天她离开我，遇到下一个男人，她不知道他妈的原来，哦，她一直用的 size 是不正常的，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她以为男生都这么。雄伟啊，对不对？哎哎哎，他以为每个男生都这样啊，嗯，对不对？殊不知他出去以后才发现，原来他原本对男生的误解太深了，反而是这样子是少数，嗯，懂吗？懂。差别就是什么？他没有经验，所以我们比别人多了就是经验，就是我们看的车多，比较过多，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一点，对不对 ？Pass。Pass。OK， 哎，欸，你看，来，看那没杠，你有没有看到中间有自卑架？它是四人座而已，应该没意外是家规的话就是四人座的。家规，加拿大，你看 ，Canada， you know，oh. 你们中文叫什么？加拿大 ，OK， 我们那边叫 Canada。哇，你看这些轮毂，你看，哇，哎，欸，它连后面的碟盘也这样啊。高呢，前后都一样，有没有？那，嗯，这个线应该是嘛，我去照，今天我去照，这无照我不相信。会买这车的应该都会想要跑一下，啊，你也要会开啊。哦，还有一个最屌，哎，欸，三管有没有看到？两大一小。它这个三管是有作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中间那个小管是要提供回压，降低噪音的，不知道了吧？好，不要讲太多，不要讲，要不然有买的话，不然拍一集都不知道讲什么。啊，不电尾门哦，有。看这尾翼这么高，他妈的！哎，哇，哇，是可以呢，我把讲。哎，欸，这个我估了这么久的车，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，哎，侧拉式。可是虽然这个只是一块布而已啦，遮羞布啊。你门关起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你里面放什么。啊，有狗毛，你看，他是有把小狗丢在后面，他可能有把小狗丢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啊，我们后桶盖也是看螺丝而已啊。是可以呢。实际上很不想看呢，
这就是看他多少钱，可是没钱啊。啊，看这脚也是软的，这很软哎，它像自己指甲一样，超软的。啊，对，真的蛮软。它真的很软。哇，女孩子开出去会觉得这车帅吗？对啊，去问女孩子。哦，不一定要谢雪，还是那么多女生喜欢的。对不对？搞不好女生的审美观觉得这是漂亮的。是，不是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哎，这个男生觉得帅，女生是不是也觉得？赶快，哎呀，我只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他丑。他这管是什么东西啊？空气力学，不是驼峰，故意做这一管呢？导流的，要修啊，加零金呢？哎，这跟我之前拍那个雅哥一样，右边有多一个镜头。哎，喝吧。没错，耶！地球梦 Earth Dream， 我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卖，要卖多少钱，再回来跟大家报告。因为坦白说，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破200万的啦。这车涨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车之前哈，全新车在买应该230-240万而已，现在听说已经涨到更高了。至于多高，我不晓得，我等一下研究一下。我先去了解一下客人的状况，阿宝，搞不好来勾喝剩哎，就是有人来啊哈。假借估测名，小师哥可不可以请你拍一集这样？干的，我动作我加起来拍公益短片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去了解一下，是真的要卖，有没有意愿要卖，什么状况，想卖多少钱？我跟你讲，估这种车相对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朋友之间一定有人在玩这个车，他可能也一定有参加什么社团，所以一定有人在转手，他一定知道这个车外面都怎么卖，他知道行情。他今天既然会选择来这边，我相信他如果上道的话，如果真的有要卖的话，我倒觉得这个车应该不会难估。我是说达成共识应该不会困难，好吧？我先去了解一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、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。好了，问了。简单来说，他去年买的嘛，他是这个2010年7月交车的，这样半年了吗？对，半年。那他是因为这个老婆怀孕了，然后昨天去订了 CRV 的。是，不是另一台 CRV 哦，好不好？大台一点的。好啊，讲都是这样讲啦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这个可能也不想玩了，或是什么，我不晓得。好，他大概他卖的原因是这样。那我大概问他要卖多少钱呐、啊？他说这个他们看一些车商在开价或社团在开价，应该是在卖出来应该在220-230多万之间。他讲的我不晓得，因为我真的没买过了。哎、欸，我很相信客人的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有一台车，他说一台 Lexus 哦，小师哥，这个我要车要卖，我说啊，这我没买过呢、欸，啊你去外面估多少？他说啊，原厂给我估95万，我说好啊，那你要卖多少？他说小师哥100万可不可以？我说好啊，你钱来给我。看他直接踩原厂的价钱买就好了，真的吗？啊，这样估车整个都简单起来了。我是踩这个信任原则，就是客人讲我就相信你。啊，那你骗我的话，他妈的我也不能怎样。所以我说，那如果说我们假设啊220多万，假设啦啊，我觉得你拿200万出来做生意，赚个120万左右。所以我预计如果能买不要超过200万是最好，对吧？合理吧？我说那你先考虑一下，我是觉得不要超过200万。好，你不要想238寻蛤蟆，这回来卖238有人要买吗？我是不知道啦。我先讲哦，好，我们今天不是要破坏这个车市场的行情。这个车人家竞价多少钱我不晓得，他也许是200，也许是210，也许是220，我都不晓得。但是他卖出来，他就是要有利润嘛。我讲了，200万赚个120万，真的不要说天公地道啦，就是这个行业是这样运作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这个钱，你也买不到这个车啦，你走到哪里都买不到。很多哎、欸，小慧驾熊玫瑰哦。卖一台车赚200万，你可以不要买。你走到哪里，人家都是需要这个利润的。但是我今天我要买一台 Type R， 我走到哪里，人家都卖差不多这个价，这就是市场行情嘛。对，你走到哪里都一样，所以不存在说暴不暴利这件事情啊。都从我讲啊，你哪干嘛弄啊？每个行业都暴利啊。哎、欸，阮家行啊靠，大肠蚵仔面线。啊，钱我成本10块，卖30-40块啦，哎，赚3倍4倍啦，你哪不会供你暴利，对吧？对。如果照道理来讲，他买一台车买100000，他卖300000呢、欸。对。哦，干，那叫好谈哦，移动叫好谈哦。哈，啊，你哪不会买蚵仔面线？对啊，是这样啊。问题来了，你今天你想吃蚵仔面线，你就很想吃啊。不好意思，你走到哪里都是这个价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有偶尔哦，你看到有一台这个发财车发财啊，他蚵仔面线。卖一碗卖18块，啊，你去吃，这样等于落赛，那也是你的命啊！你看到一台大家都卖300000的车，有人卖180000，你就去跟他买了啊！你等下又准备落赛啊，就干单了呀，好不好？懂哦？懂啊。
我已经弄了这么多的比喻了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。啊，我现在去看客人考虑的怎样，好不好？看能不能在不超过200万的价钱把这个弄回来。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，必要的时候要我脱裤子也没关系啊，不是人家怀孕了。啊，那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等的有点久哈，因为成交了，成交了，成交了，这瓜也压了，哇！我刚本来拍的时候脚有点酸，想要做，一直不敢做，今嘛瓜也压啦，可以做，啊瓜呢，他帮我那边拍过啊，配一个那个 ，It's been a long way， 啊，好不好？帮我配一下那个，啊，要看那边的，麦克 N 啊，来来来，成交了，成交了，200万，200万，你下个慢 ，It's been a long way， 你是讲话的呢？啊，看，我刚不敢做我操，现在我可以做了，可以做了，对啊，约也签了，钱也给人家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这个期待一下，我是不觉得纽柏林最速前驱车，我们是能把它开到什么样的水准？我只单纯觉得它很帅而已。好，回来我们再拍个开箱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啦，那这个客人是很好的客人啦，其实这个客人已经卖过我们两台车了啦，你知道吗？他先前其实有卖过另外一台车给我们啦，所以这一次这个倍感亲切，好，结过缘了之后，这个拉近彼此的关系了嘛，所以第二次就好处理了嘛。你如果在那个交友软体遇到一个约跑的，约完之后下次再约是容易的嘛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比较好谈啦，其实他也能够理解啊，我们这个要这个一成左右的利润，那最后就七七八八，比如说哎，我们也没买过，借小师拍拍影片开开箱结个缘这样。而且啊，他有说啦，其实他有一个重点啦，其实他有社团里面有车友想跟他买，可是问题来了哦，他这个车当初买200多万，现在还有贷款，所以这很麻烦呐。你遇到一个自售的来，首先你要先拿一笔钱去把你的贷款清掉，然后下一个人还要去办贷款。问题来了，办贷款有个机制，哎，看小师长知识，然后看他卖公话容易打比赛 ，Been a long way， 好，不要说都在看这种的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这个学到就拿走没关系。首先你要先拿个一两百万，先把自己的贷款清掉，没错吧？对。再来下一个人要办贷款，好，他办了，他贷款办过了，这个大家都不知道。办贷款过以后呢，你的车要先被设定，要先过户给买方，银行才会拨款，所以你会有空窗期，就是你的车已经过户了，已经被设定了，钱还没来，懂吗？那怎么办？好，你说你跟车商买，因为有个中介嘛，去买房子也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有个代书卡在中间嘛，对，还有那个时候他们像买房子会有个信保户头，买车就没有这种东西啊，所以你会有空窗期啊，你车已经过户了，已经这个被设定了，结果哎钱痴痴的等，我痴痴的等，哇，哎痴痴的等啊，那情况干，那痴痴的等，痴痴的等，好啦，反正哦，这个你等不到钱，你就知道完蛋了，钱被拿走，车也被设定走，产权也被转移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你说我可以签合约，我可以跟他修狗，那都可以，真的都可以。如果你时间太多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会有需要上法院的风险。你就算出去卖啦，好啦，不要讲贷款啦，他拿200万的现金给你啦，里面夹了20张假的，他妈的。啊，有错啊，好，所以也是很麻烦呐，好啊，这个金额有点大，又不是20万、2万块的东西啊，面交一下 ，OK， 对吧？这单价这么高，其实还是有点风险。但那我录个音，旁边在切铁，上面在飞飞机，啊，然后他妈里面电话在响，他妈的，这什么收音啊？靠背啊！好了，车归堆，好，反正这个最后我们成交价格200万元，2021年的 Honda Civic Type R FK。8新款的车型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大家就期待一下开箱了，我就兴奋了，晚上要去坐在 Type R 的椅子上面睡觉了。我以前我都只能在这个电动玩具里面，好，地平线呢，我只能在那里面看到这台车，开到这台车，现在我终于可以开到实车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去换条裤子，因为都湿了，走啦，好，下次见。哎，这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200万应该还买不到，我认真的，太贵了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，订阅了哈。没订阅的话，那个加俄阿米耍闹赛，拜拜。Josh, don't do that shit.
UK honey at the drill that ponds me. Bailed out, no conflict. Might have said I love her, but I never made a promise. She wants seed, told her nothing in a blossom. Badging me for info at the ship of the Wisconsin.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、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。